们现在在蔡奇亚。对，我们要来搬米。阿姨，我一百块你我买不了。啊！阿姨说搬米就是拔脸毛，为了要证明她的脸毛被拔起来，我们现在用行动显微镜。要拍我的毛。你的毛现在是有没有很？什么东西？黑毛哎。应该很干净，没有什么毛吧？没有，很多毛。有吗？但是我自己照镜子都还好。啊，我们现在把它的毛给拍起来，你们有看到吗？阿姨在提醒我，所以我要去了，拜拜。阿姨，你做多久？20年了。20年都在这里。哎，你们黑啊，20年了。你的生意很好，常常都要排队。对啊，你看一下本地啊，你先看我生意很好的白格子啊。所以他原本没有在这。阿妹，等你再忍耐一下啊，阿妹啊。没问题。你这边那个毛很多哦，两边。我毛很多。对的。我看起来无啥物毛呢。来教你，来，等你教你爱叫。爱叫，好。爱叫一直做，坐在这里，好。我先坐脚。你是第一次吗？我是第一次。第一次比较痛。丽茹其实很害怕，她从上个礼拜就在怕。你来忍耐一下哦，好。你阿伯办的面红红的，好，你看。我刚才问来搬面的顾客，他说搬面可以让脸比较好上妆，然后他那个脸上的那个粉叫做碰混，碰混是什么？那个搬面的用的，用米粉改晒？未晒啦，米粉抹在个纸上，掉了咯啊！你怎么现在好像什么心心肺肺似的？我今麦在演歌戏，歌歌戏。就先我会教你擦的啊啊哦，不会把它爱，我你擦都不过来啊啊！真的假的？他要先拔额头，然后再拔眼皮，然后眼皮要这样撑着。撑开来比较可以拔到。啊！疼！阿姨，阿姨。那是你在疼，不是阿姨在疼。疼。疼太客了，疼了，怎么的？要还。现在溜溜在这里搬笔，然后所有人都在笑他。很有趣是不是？哎，多巧呀！用那个外面的杂毛啦，杂毛哦、喔，嘿，你看，杂毛那叫臭、喔。我给你改变你的命运吼，这口开开。好，给你赚大钱。嘿，赚大钱。那个胡子比较痛哎、欸，好、哦。还没痛。还没割嘞，你来爱爱叫干咩？哦，那胡子很多吼，你好你好看。哇。真多你看，我看一下，等你办起就足清气。哦。蹲起，好蹦蹦，来跳跳，还要蹦蹦，蹦蹦这边看得到，哦，人家叫呀，也给你欺负者，对吧？哦，那这边呢？这次手我能给你休者，这个假，我这能惊疼哦，一直拍一直拍，一直爱哦。阿嬷嫌六六很吵。阿姨，你伫咧遮坐啊？刚看到是怎样哀哀叫？我会晓啦，我会晓啦。为个哀叫喵哦，够听得真听啦。这里很多嘿。好，很多哦哦。就挂起你。没办到咯，慢点哦。好。你看阿妹，你看，啊，伊遮毛足多。啊。吼，啊，等你慢起就无，就无，伊就感觉不一样。这不是头发，好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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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痛啊好痛！哇，你实在哦！好痛啊好痛好痛好痛！
甲夹着。哎、欸，我那云来甲你串一大个呢，阿姨啊，云来甲你手下留情呢，云来甲你串着。阿姨对你很好。嘿啊，对你真好呢，不然我那我比较串煞紧。怎么样？你讲笑嘞？你开玩笑的。阿姨，敢有人叫比我更大声？有哦，有一个安直直站站八个，哦，直直哭，直直哭，一直哭一直哭，讲很痛。安尼我先用诶。嘿啊，用哦，好勇敢哦，哦，开开手。奶奶啊，奶奶啊，要多少啊？哦，这乖呀啦！啊，不，你这病啊，很多不好看呐。哦，我不要。小姐。哦。要麻烦。哦。疼啦，一定疼。哦，一定疼啊。啊，我真啊，求恁，是容嬷嬷。好伤多啊啦。那个等下骨愈疼嘿，等下更愈疼。疼啦！哦，你就要帮那两个医生。系啊。哦，还给我干净的话，足清甜的话。哇，你的鬓角超干净的。系啊，干净哦。有记得。嗯，这个是也是一般的。啊，足水的，很漂亮。现在六六已经到了最后阶段，正在拔一点点小小毛。哦，水啊。我毛无去啊。你毛无去啊？阿姨，这字敢有法度用起？无法度来字用起，我得去到浪费呢。啊，你去买过阳花？系啊。啊，你会惊会管字？啊，也未过阳花，我袂惊。我会使。会使穿个，三只管。我讲我老管臭臭。你来就无去啦，袂啦，我臭。老管臭。哦，真衰哦。这个会痛死，我跟你说。啊！天哪！啊！天！我有招招啊，招机。你找我对啊，我万只较袂疼啦。袂痛，袂讲我较有阿妈，有阿妈比较不会痛。伊个较古早嘞。嘿啦。哦，我安算一毛。我拍喵。袂啦，拍喵我袂讲。哈哈哈。来，可不可以？阿姨，可以帮你刮粉。你感觉如何？很痛啦。我被车子碾压过去。六六快要崩溃，他快要崩溃。谁那台崩溃？哦，这么困气呀！啊，这足疼，这本来就足疼的。我感觉我变小宝宝了。来，安尼，你看，哦，来。哦，很多毛啦，阿妹。我流汗了。没事，我给你刮这头就不行。忍耐哦。啊，我忍耐。用踹，谢谢哦。曼敏比较痛还是一毛？一毛比较痛，一毛是好踹。一毛这个肉是咪较弹性、较冷、较迄落，一定较疼的啊。啊，面这是十八的较袂疼。哇，我今麦凉凉。多留，安好。谢谢阿姨。哎、欸，不客气。我去拿钱钱。你话你穿啊，这件乌的，别刮刮啦，别。应该是。阿姨，你偌济？我两百。好。慢点，阿姨。阿姨，我们下次见啊。阿妹。OK。你到底有没有被打起来？有吧，很痛哎。你有觉得比较光滑的感觉？我是觉得一颗一颗的，然后没穿衣服。就我没穿衣服是一颗一颗的。其实还是有毛，只是白色的那种毛就会留着，但像黑色大的那种就会拔走。对。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到这里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分享给喜欢传统美容的人，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追踪我们的 IG， 发现我们的生活小秘密。好了，今天影片到这里了，拜拜。我还没掰耶。拜拜。哇，这个是自然科学才看得到的画面，它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，哇，真的很美。